他去这里，要跟他同队吧？不是嘛？应该跟他敌对，这样他才有办法再输啊，保持他的继续保连胜。没人抢没有得到，看看谁会继续保持下去嘛？好好好，哎，杰克抽了，抽了，抽了，那拿掉一个红色，二零。二零，二零就抽中了。你现在心情感想是什么？啊，音乐人心情，哎哎，感想，哎哎。那就是，他上，上，他上。啊，换我。嗯。好可怕哦！来啦，音乐来啦，音乐来，小飞。一二选一，一二选一，一二选一，有你算我算的。耶！这个丑女，竹林工作室队。哇！我们有品质的优势。完了，有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没有延迟。我相信杰克要大反攻了。嗯，你要相信自己可以让他带上胜利。地图哇，哎，这画面来了哦。哦，木头不多。哦，这不就是木头粘在树上的那个吗？嗯，好，行。好，都是水。分开，分开。这什么头晕啊？没事没事，稳的稳的。我觉得如果半途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牺牲杰克，说不定我们就会获胜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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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杰克一直活着，我们就接二连三死掉。哎，啊，杰克一死，哎，反正团团就一直活到最后，是他自己想不开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是，对吧？团杰克抗压性比较强。加油加油！二零加油！啊，哎，可以的。这一开始右边他有船，其实可以拿。有船哦。嗯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像停靠岸的地方，可以先去拿。好。好，哎，就是右边下面。哦，我这个发光也很靠近哦。哦，太近了吧？僵尸猪人的船只有两艘，我拿了一艘。你要跟我一起上吗？走。好，赶快赶快，过去打木头，来来，上上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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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哦，我回收，哪里还木头？就这个，就这个，上面了，是上面那边吧？上这个还有上面，那是什么？感觉很好玩诶！小心打木头，打木头，我打那个，我打我打我打，是我们现在感觉上不去了，是吧？看，上去看看，诶，呜呜，这什么洞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有相机。嗯，好，拿一拿。欢迎那合成台，你等下记得搜一下啊。用。哇哇。这啊不不，上不去啊。搜了，要搜了，要搜了。好。不。可以跳起来拿吗？呵，哎有，哎哎，神功神功，等下等下。好，我先拿先拿。神功。我。嗯。欢迎你陪我，我在门口放合成台。我强力二的功哦。弄个石镐。哦。那我再去一次。欢迎哦，好，我打我打。你就自己走吧，你就自己走吧。我去挖铁，我可以挖铁了。好好好好，有强力二的弓哦。嗯，强力二的弓，为什么？像箱子里面拿的。哎呦，好，这边还有一把，他们还没拿。发光的吗？是会给的吗？还是这场的？他好像是本来就有了。是场地的还是那个？刚刚在拿，刚刚在拿。场地。我拿，我拿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啊，这回合的箱子有拿了吗？我在砍木头，还没，砍木头。找一下，找一下好不好？找一下，我在挖铁。前面，嗯，你找一下。冲啊！那个船看要不要回收立台？不不。嗯，发射器。我没掉。哎，不是吧？这边这边。哦，那个杜宇生怪蛋。哦，那很关键，很关键，一定要拿。喂。有这边的一个铁区，我都打掉了。等一下，嗯，这里还有什么？这边的铁山我都打掉了 ，OK， 啊，等下继续挖铁，小心不要碰了。挖他们铁挖走了，我挖没他。弓继续拿哦，看看有没有。两个都拿了，在我们这里。呜，
我做个熔炉。有有。僵尸生怪蛋。好。铁有十八个。木头有很多吗？你要吗？有。做那个啊。哦。你等下。先给你。做盾牌。巧克力这给你。什么都给我，阿公，强力了，哦哟，好，做个盾牌。你讲，哎，下面有奇怪的空间哦，你要不要挖开？空间，挖开看看啊。正下方吗？那个桥就是放船的那个地方。你挖看，挖看看。有只要石头，要稿子。喂，2020，我给你一个木稿啊。好，再写下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先回去救我的铁。没事。对啊，再看一下。OK。哇，我直接放了。有。我还有一个盾牌可以给你们。赶快打，赶快打。我觉得就打最打打打，直接走吧。白痴，外面一只，外面一只，直接干掉他！哇，天哪，白痴啊！太多了！崩解了！哇！救命！哇，太多了，进不去啊！那我进不去啊！他们怎么也扣更多啊？嗯，我们做了什么吗？没有啊。杰克，你先去找那个好吧，箱子。好。嘿，等一下，这个杜鱼害我进不去。没有，阿林，你赶快走远一点，你走远一点。不，我要去看那个桥，那个。怕你被打到啊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去。哎呦。哦，这里两个人没盾牌吗？啊，在中间这个岛上。繁星，我这边放个盾牌给你哦。好。来了，那我也给你一个盾。啊，哎、欸，杜瑶有上岸了、哦。杜瑶有上岸了。啊？喂，他想追我。中间上面箱子在上面。箱子有拿了吗？箱子还没。中间上面，中间上面。可以想办法过去吗？我来了。然后上面有一棵树、欸。先搞一个剑。啊 ？OK。哦，这是发射器、哦。我也做一个铁桶，有点来不及。哎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杜鱼要不要？不行，他们应该有剑。十秒，我觉得是可以。哎、欸，团团怎么也受伤、哦？摔倒吧。摔倒。半个。这杜鱼要放吗？还是先别放？还是先晚一点好了。有。先找箱子，先找箱子。这里还真的有一些洞洞，也有箱子，还有钻石。中间上面有一个箱子。钻石。有，我这个桥下有钻石，多少颗？三颗。是铁镐的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对啊，铁镐。啊，等一下，中间上面我没有方块啦。我没有木头，二零有木头吗？没有。啊。新帽诶，清水星。二零出来，等一下帮我把那个熔炉打掉，好不好？好。到那里，我等一下去挖。好，这里有一点铁。你出来，左边那边的山，你要出来了，二零。OK。你没办法挖，就不要挖，我来。箱子中间。然后后面远一点，中间也有钻石。金毛，你是说山的那个、哦？对，那种没有岩浆跟钻石。哦哟，四颗钻吗？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拿。好像没别的了，好特别的地方哦，青金石。嗯，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一些蜘蛛网啊，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做剪刀来剪一下。剪刀。嗯。嗯。你礁石好少啊。会用到荧光粉吗？好像这场没有西瓜。五秒。等一下要做治疗水也很难。我这边有多一个石镐，等一下给你们。哎、欸，
我扔个石稿地上看谁啊？洞穴蜘蛛跟女巫。好，那个更前面的地方。在最前面而已。前面的地方是有钻石。对，那个中。对，他们没找到啊。所以有水中呼吸的帽子，等一下分你们一个。我觉得这场可以放那个了，蠢鱼了。好啊，放门口吗？嗯，有女巫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等一下可以用一下。那我们钻石应该挖掉了。钻石，对，我已经挖走了。哇塞，他们还在刚挖炭的地方放杜鱼，哎，也太心机了。还有更多铁。有八颗钻，八颗钻，我觉得要做一个钻镐，三颗还有五颗，不晓得要干嘛。结果送你一顶帽子。好，下面。那女巫塞这边吗？我看一下啊，你可以塞到里面哦。就是塞外面而已。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有合成台可以放出来吗？我可以做一个木头，哇，这边木头超缺的。你还有木头吗？没了，要挖了。木棒，我有木棒。杰克，你还有一个木棒吗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你现在要吗？我去找。你在哪里？哦，你在门口。那下一轮。门口的怪会被清掉吗？还是不会？就是流体而已。怪不会。好，晚上喽。好。啊，忘记。你先不要被打到就好。嗯。哦，晚上了。开始。你们好可怕！我要走远点。没事没事。他有没有受伤吧？木头木头。我有木棒啊。好，也可以。受伤了，受伤了，受伤了。漂亮漂亮。这一场树上面那个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树上面那个吗？我去。二零，我给你一个铁镐。好，你可以吸到了。然后，怪物是不是都没了、啊？我这边还有僵尸14颗跟洞穴蜘蛛2只。洞穴蜘蛛，因为这场讨厌就是在它出来的地方很少、啊，不晓得怎么赌会比较好。嗯，如果有岩浆的话。有啊，我们有钻镐啦，就是如果有找到大片的黑曜石区，普利帕是可以做事的，普利帕丹哦，好哦，感觉可以搭配，收集一些蜘蛛网，普利帕丹哦，嗯。有什么妙招吗，杰克？目前没有。下面二零不用剪刀吗？啊，我用剪刀。二零，没有啊，单纯收集一下。我剪刀，如果有蜘蛛网可以那个剪掉。剪掉。对啊，这样就会有那个有蜘蛛网可以粘人。好啊。